你定规矩吧，你定规矩吧，兄弟。我不定规矩，咱的话就打单挑。就随便打呗，对，就能赢就随便打呗。对，你要封我宝宝的话，也让你封，那我行不封吧？你宝宝呗，行吧？不，你要封也就封了，我无所谓。你反正没什么东西，我没什么东西。对你有东西吗？那你关键我我跟你封说，你宝宝的话，你老喷我啊。我不碰你，你的意思就是我给就是大要吹你，爆你的猪头。你的意思就是给大哥出个气呗，对，给我大哥出个气，你说好。给你大哥出个气。那咱们这样，如果就是无限制的打，你能赢了，我直播间三鞠躬给大哥道个歉。如果说我赢了，大哥给你刷个抖音一号，没毛病吧？大哥已经给我刷了。你要先套他，套完他就招妖精啊！行，我不能跟他拖回合数啊，他有灵元。哦，对哦。对吧？我得快点打。来，没事，先招妖精一把呗。他这一把得血，造不了。但是我宝宝，我直接给我宝宝打天地就行了。对，他这宝宝的话，对，他你给他宝宝打，你给宝宝打天地没毛病啊。哦，他没解呀、啊，炮哥。没血也无所谓，对不对？他其他，我也其他呗。我有吸血，我怕啥呀？对，那你就其他失血。魔王寨，说实话，炮哥不好打，他他就灵等元灵比元，天，对，他的灵元比天宫的还恶心。不急。我先，他不会解封，我这一把起蓝灯，下一把起血灯。高手，高手兄弟，高手，你招妖精一把吧，你招妖精一高把。手，封就行了。还不如自取天地呢，肯定得打天地。你人物别被殴了，你知道吗？活不掉。我怕你人物一把被殴的话，你这样子就输得太冤了。我直接吸血就行了呗。可以，你直接吸吧。对吧？我下回有这样练习了。你就镇压令，我觉得啊，你没必要去亲他宝宝，真的。他这只宝宝的话，他就输定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这宝宝你别亲了，你就直接打黄灯去杀人就行了。他如果换宝宝的话，我觉得对你来说不划算。你直接打一把镇压令去那个去杀人，对，你别把他宝宝杀了，你把他宝宝杀了，让他自己主动换，你把他宝宝杀了不划算，对，直接杀人。有道理，专业。对啊，套人，这一回合先套啊，先套他，对，先耗他点那个药。也还行，能拍得动。那这是打天地，来天地完就失血，对。下回给宝宝先起个血灯吧。没必要止血的，来，你扣不了回合，你直接就那个，我怕你被殴了，我靠！活不了。来，你直接，没必要封他了，来，直接失血，直接失血就行了，直接失血宝宝根啊，对，直接失血宝宝根。我感觉我换龙宫小孩他也扛不住啊。对，他就5000多的血了。我起个血灯，我还是觉得没用呀。没关系，我先起血灯再封的，一样的。我宝宝有蓝灯，基本上是永动机啊。他得到56回合7点零元，他24回合零元，我有吸血没什么用，懂吧？4点零元的话，一回合掉多少血啊？3点零元掉800多。
没什么用的。嗯，对，三点零元的话确实没什么用。三点零元我有血灯啊，它没什么用的。嗯，这样没有。我是骑塔还是给宝宝打天地？骑塔失血。就是意思这一把宝宝死了就算了呗。对，你这宝宝我感觉没什么用，你这宝宝在这拖回合数的话，我感觉不有点亏跑了，真的。我这宝有三令旗，我现在不想让我宝宝死了，兄弟。嗯。你看，你变成这个卡，他就秒不动你了。来，直接失血，失血，失血，失血。先骑塔。对，先骑塔，对，先骑塔，然后失起来。他换宝宝了，换宝宝，那我就给他套了就行了。套了，对，都套了啊。哎，其实我应该先套宝宝的。嗯，无所谓啊。他这应该是公宝宝。公宝宝。我直接套宝宝，套宝宝，我直接把他宝宝套了。啊，套。再套人。可以，再套人。红灯的话得点起来啊，没红灯没有封印命中率、啊。来，直接递了一次。我吸起来了。对，吸起来。然后他宝宝我感觉没必要打了，你就打人吧，试起来打人，对。我觉得可以打宝宝。没必要，我觉得他肯定会换宝宝的，你别打宝宝了。宝宝还有两回合，他不会换的。不急，才二十一回合，不急了，对吧？他说宝宝，我直接换接听怎么样？别换，你就接着失血，鹏哥失血，然后打人就行了。我觉得可以冲一把。啊！别冲！我操！你冲没了，你就没了。稳着点，宝宝别乱换。对，你看这多爽！来套他，对，套他宝宝打人。我说宝宝打人呀！先打宝宝，无所谓的。我宝有这样令旗，他宝宝不可能拍动我的。我给他宝宝丢一把纸怎么样？可以丢个纸，可以啊。他应该要给你丢零元了。丢呗。你看，丢零元了。丢零元，我有吸血，也无所谓。不过丢零元的话，其实炮哥你赚了，因为他现在丢零元，我会。对他给你丢零元的话，你能无限的那个就是加分种，你知道吧？这零元还能加分种。来套宝宝。我起个塔，不需要套宝宝。嗯、他输了。唉。来试试宝宝平 A， 对，宝宝平 A， 这宝宝他给他宝宝来一把鬼气怎么样？啊？你人呢、啊、兄弟人呢、啊、指挥套人不见了啊兄弟，你这指挥套也是纯纯有瑕疵啊，指挥的人不见了。他应该会换宝宝的，你这把换宝宝无所谓，我天地最后一回合了，随便他换。
我天地最后一回合了。来把他人套了吧，这宝宝就打人就行了。他的宝宝我觉得没必要传他，别管宝宝了，他传宝宝无所谓的。他宝宝是包换的，你知道吧？他要换得下回合换。死了。他没了，来吸血。来把天地打起来，宝哥。我先给人打。对，先给人打吧。我有大招险断天地，随时可以断的。别被他殴了就行了。我冲他了。你冲他可以冲满啊。他没多少血了，来打黄呢，给宝宝打黄呢，压他。有啊，来直接人物砸钱，人物砸钱，人物砸钱，人物砸钱。来人物砸钱，我问他还打不打。对，咱做直播的话对吧，这大哥没骂的话就那个对吧，没骂的话咱的话别跟大哥过不去，反正你不亏啊，你收了两个抖音一号你亏毛啊兄弟，哈我这边220要的吃的，大哥那边抖音一号刷的，你反正怎么就赚呗啊行行，大哥不跟你开玩笑了，刚刚可能确实对吧，兄弟提你的话也做的不对，你在抖音消费这么多的话，不管给栗子刷还是给其他主播刷的话，也是大哥，我也得尊重你，实话，行吧，大哥。行吧，大哥。得不能拉黑人，对吧？咱的话，这不对。对，这不对。可以了。行，那我挂了，栗子。拜拜。拜拜。大。